大家好，我是 Uncle Fong。 今天我就想做一样东西，就是我成日都说做的，但是这么久都没有真真正做过，今天就做给大家看，就是用 iPhone 来影相，看看 iPhone 影出来的质素行不行。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成日都强调，其实你灯打得好，光做得啱的话，就算 iPhone 都可以影得好靓。嗱，咁而家見到啦，呢度負責影相嘅呢部機咧，係一部 iPhone 啦。咁就係行緊用緊 Lightroom 嘅，因為 Lightroom 咧喺 iPhone 度行咧係可以影到 RAW 嘅。咁跟住過嚟呢邊睇下啦，呢邊咧就上面呢度有第一部 iPhone 係愛嚟打燈嘅，我哋連打燈都係用 iPhone 嘅，只不過我哋係用咗啲 diffuser 去好好地控制啲光嘅散射同埋嘅角度。咁由於我哋公司嘅 iPhone 已經用曬咧，咁呢度就係出術用咗一支嘅電筒嘅 ，OK， 第一部 iPhone 第一支電筒。咁下面呢度咧有第二部嘅 iPhone，OK，、OK? 就喺下面打上去嘅，呢度係第二部 iPhone。跟住再過嚟呢度啦，有第三部 iPhone，OK，、OK? 就喺呢度打過嚟，一樣係有 diffuser 啦。仲有最後後面呢度有第四部 iPhone。咁就係黐咗張 gel 上去嘅，就係 CTO 嚟嘅，就係兩浸，就係一啲我哋叫 corrector 啦，將佢個燈變做 tungsten 啦，因為我想做一個少少嘅效果啦。咁由於我哋係用 continuous light 嚟影咧，所以呢張相咧，我哋就要熄咗現場光嚟影嘅。我哋首先熄咗啲燈佢先。好啦，大家可以埋呢度睇下啦。呢張相係用 continuous light， 主要係用 iPhone 嚟打燈去做嘅。你會見到我任何一支燈，我真係喐一喐佢咧。都是會有影響的，所有東西當然啦，可能你們就聽到你們就覺得哇，我要落咁多隻架來夾住 iPhone 來拍這張照片，那當然是荒謬啦。但是我想證明一點，就是說只要你燈打得好，你一樣可以，就算用 iPhone 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我現在就這樣拍一張照片，這張就是一張用 iPhone 拍同埋用 iPhone 打燈的照片。攝影 photography 其實就是用光來畫畫。我今次咁樣影一張相俾大家睇，主要就係想同大家講下，只要我哋識得運用光，就算我哋用 iPhone 都可以影到靚相。喺2019年4月6號、7號同埋13、14號，我同埋 Jack Sir 將會開一個叫做 Lighting 燈光嘅 workshop。除咗我哋同大家講下燈之外，亦都好重要嘅係講下光，由最基本嘅物理學理論。到呢啲理論喺我哋作為攝影師日常嘅應用上面，究竟有啲咩影響，都會一一同大家分享。仲有好緊要嘅係，我哋有其中兩日係會同所有嘅同學一齊去將我哋已經為大家 plan 好咗嘅一啲唔同嘅練習，全部逐一逐一執行出嚟，務求係令到所有同學喺呢個 workshop 之後真正明白燈同埋光。希望到時見到大家。